哈哈 baby 益生菌严选最适合人体的七支益生菌种，有菌种履历的健康好菌，品质安心有保障。严选日本青森苹果调味，无人工香料，无色素香精，是大人小孩都能一起吃的益生菌哦。你家小熊用叉子吃。弟弟喜欢用手，我抵触了。不会啊，那是你刚刚拿两个连在一起，所以才会抵触。你再教他拿一次。一个，用到我的手了。弟弟都不用手，弟弟都不用叉子。叉子，那你刚有看到吗？我用叉子，我用叉子跟香吃了。那李小熊会吗？李小熊不会。李小熊不会。好玩吗？好卤猪，好吃。啊！今天你到时间了，水上乐园，大家都拿好用钱了吗？备好了吗？阿波来了。大九九当过小朋友的游泳教练吗？有过。哎呦，会了，哎呦喂，有哎，妈妈，你也要游泳啊？会耶。哇，会呢，不错。加油！八色。软蛋很秀哦，度假哦，度假感。你要水枪哦？我看你的水枪。两个怎么比？阿波二怎么比？你是二，你是魔王，二怎么比？二是这样，妈妈，你是二伯啦。二伯对。三是剪刀。像是二妈。那你比看看二，那你比看看剪刀。你是剪刀。你比剪刀啊。这样，阿波这样，大拇哥凹进来。整张，你穿这样去哪里？这爬线不要，但面具也不要。你不敢穿这样出门啊？那个，不能再带这两个。那这样出门可以。好呀。啊，不要。这是就不行啊，不可以带这两个。你问我就可以啊。这可不可以带这两个？可以，你敢带出门吗？你敢穿这样去买礼物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我敢出门。好，就这样出门。你要穿这样去哪里？买礼物。好。好。好。我们今天来干嘛？选玩具。选谁的？这个。还有嘞？阿迪亚。还有嘞？爸爸。还有，最后一个。我
对，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玩具。哥哥，你选了什么？还有个小火龙。那另外一个是谁的？哥哥，我们帮他选皮卡丘。拿得动吗？拿不动。我们可以吗？美国队长，哇，立交代！哦，我交代，我帮你们拿玩具回家，回家快快来玩。情侣装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天气很赞，什么好吗？阿伯，好厉害啊！这个来这里在看飞机的，宝宝有淋到吗？天宝宝，宝宝不要，宝宝，宝宝不想去，他不敢去了。小台前，不要撑我！哎呀，好累。等一下哦。数到十，它就有魔法喽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！怎么没水？玩水后的果冻时光，好吃吗？等一下还要再玩吗？八十四岁，六十四岁在上面，还有感冒前兆，提早用六十在五的前面呢。用鬼雄心肺波汤在补滋滋感冒胶囊，那是我拍的哦。对，是给我传染病毒。美国队长把蒙古切一半变成美蒙，美蒙，美蒙，很赞吗？赞哦，赞哦，你觉得很好笑？对，很好笑。爸爸讲的笑话好笑吗？笑，我现在跟你说，好，你好好照顾绿豆沙，我好好照顾哥哥。买菜，然后去买菜。我听到大人的声音，我就跟你一起来跟他，好好，他不是坏人。哦，不是坏人的，好好。好，你要去，拜拜。看到我要吃菜叶了，然后我要吃馄饨，然后我叫美国队长，我要吃菜，来跟我一起，然后我要吃美国队长又哥哥哥哥哥哥切大野狼，哥哥就变成。哥哥美国龟，美国龟，大野狼。哥哥，弟弟要问你，要吃什么？毛豆。好，来玩泡泡枪。咦，去那边。阿布也好多。阿布，过来我这边。还起头了，哇！还刚，然后再洗。在他前面那边下去。有哎！哥哥一球一球给你。哎，我们拉出来，我们把这个拉出来，你看。为什么要把它拉出来？哥哥进去。你再教我一次好吗？怎么玩？妈妈在睡觉，贵贵在睡觉，这样子才能赢，好吗？好，不能讲你我他，对吗？不能说你在做什么，也不能说我在睡觉。要说贵贵在睡觉，是吗？好，开始。贵贵在睡觉，我们快来睡觉。贵贵赶快睡觉，妈妈赶快睡觉。有喝到吗？
好不好？还没刷牙。啊，狗狗啊，嘴巴啊，啊啊啊！我帮你看，快点，狗狗起床，菜咯，嘴巴啊，起床，狗狗啊啊，嘴巴啊，对，嘴巴眼睛要张开，嘴巴也要张开，狗狗，哎，舌头伸出来，舌头，狗狗，好了，狗狗，菜咯。我们还没咕噜咕噜噗耶，太棒！起来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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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，咕噜咕噜，哎，不要喝下去啊！啊，咕噜咕噜噗，噗在噗在，咕噜噜噗，抱抱起床，嘴巴啊，嘴巴啊，嘴巴啊，啊，晚安，晚安 ，Good night。我可以问你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嗯，现在是凌晨1:30。你怎么没有在睡觉？你在干嘛？看电视。看电视？你搁里搞看 YouTube？ 为什么不睡觉？因为我刚刚起来，然后都不睡觉。刚刚起来，然后都不睡觉，你睡不着啊？你肚子饿吗？你要喝奶奶吗？还是要喝苹果汁？喝苹果汁。你看那个是什么？阿宝，那是什么？这只是谁？我还记得这是美国队长。不，那红色这个嘞？蜘蛛人。不是，钢铁人。钢铁人。这只是蜘蛛人。嗯。你了解这个对你人生有什么帮助吗？还记得。记得这些对未来人生有帮助吗？有吗？有帮助啊。这是谁？李白。不知道。对，黑豹吧。对啦，对。不青菜公公，青菜对。黑豹就是。说瓦干达的时候要戴安全帽。哦，说瓦干达这样，瓦干达要戴安全帽。哎，美国队长唱起。哦，这个就是睡觉了。好哦，打勾勾。哦，没有了，要睡觉了。嗯，做到做到，那走吧。走，拿你的奶嘴。你看后面。好，晚安，跟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说到做到，真男人，走吧。进房间了，走吧。哎呦，说到做到，真男人。冰打翻会怎样？完了，再一次啊。完了。Thank you.